那打追击小组织，其实现在追击小组织怎么只有一次挑战了？以前不是有打两次吗？那先打佩恩吧，我们这边都是在打佩恩。咦？我怎么只能用这些忍者呀？其他忍者呢？到哪里去了？那我这个用什么好？用个泳装妹吧。哎，算了，夏天这么热，就用泳装的村野樱，放个球压死他。果然连招不好连。佩恩，你的手干嘛一老抬着？你想抓什么地方？看来我选错了，不应该学泳装的。学泳装，选的泳装，要被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不要不要不要！能不能给个机会？我操！一来就开大，你有病吧？我操！这边还拉我，我去！你们就这样的对待穿泳装呢？我操！要死，直接上个大！哎，扔那么远干啥？哎，扣起来！哎呀，完了，被后面捞，前后夹击，你们也是厉害哈！哎，奖品呢？就这样子完了。击退才奖励啊！靠，我前面这个没打呀、我这不是赔的，哎，有奖励。都是稀烂碎片，这个是什么？随机 BC， 那我给的都是我的，都是给我的那个稀烂好坑。滴答啦呢？好吧，那今天就只能挑战一次了。这什么鬼？随机小组织碎片，哇，随机推谁有奖励是吧？这个贼爽。早说。